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康桥小镇的职业顾问张希怡，下面由我呢为您做一下康桥小镇的介绍。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大连市的西南部高新园区的陵水路，就是您现在看到的陵水路。那么我们的位置就在它的旁边，这边是海源花园，海源花园的南面就是我们小区的所在位置。我们小区呢规划400平方米左右，那我们小区主要由20栋楼组成，有12栋的多层住宅，8栋的小高层住宅，整个小区采用全封闭的人车分流的模式。像2号和3号楼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塔楼，英式塔楼，这个是一个升降梯，由电梯进入到我们小区的内部。两侧在15号楼和9号楼这边有一个车型的入口，然后同时呢用一些梧桐树还有乔木和灌木都隔出来了一个人行入口，保证了那个小区人行的这个安全性。我们小区整个小区的绿化在38%左右，而且整个小区的这个风格是由英式的风格，屋顶采用的深蓝色的坡屋顶，整个小区那个墙体的立面是由红褐色的面砖构成。像我们小区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说小区里面有一条车行环道，类似于美国的花街，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亮点。而且小区的主景观带在这个8号、7号和11号、10号中间的这一条是小区的主景观，有喷泉，还有这个凉亭。